将几首歌混合在一起播放，分成两组，答对歌曲曲目多的队伍获胜。几首歌其实很难，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他放的音乐我们不一定听得清。对对，那我们先分吧。我有声吗？有声，好像有。先分组吗？分很轻。还有对，还有两个人，还有两个谁、但是我们还是很那个，两个的话还是单数，是吗？单数，对，没事了，随便，就我们就人多也不一定就能听得见。我们要不黑白配吧，黑白配吧，然后黑的一组，白的一组，就是如果黑的只有一个人，那他就自己一个人一组，可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吧。然后不，他不会一个人的，剩下王尔佳和王瑞琪就一人丢一组，让他们也来黑白配，看出哪一个。那他们还没来呢，我们就先来吧。黑白配，啊哈、uh-huh ！我们来来来，我们换一遍好不好？我喜欢右脸。哦，哎呦 ，sorry， 好有要求哦，这个。剩下的王瑞琪和王老佳的话，再说吧，再说吧。我们一人每个组挑一个人吧，挑一个人。对，谁脑子比较好？王瑞琪吧，都差不多啊。那我们就，哎，勉为其难，王老佳吧。那我们要等他们上来了之后一起猜吧。我想先知道几首歌是什么意思。对，我前面去了解了一下规则，是一共有五首歌、然后呢第一首歌是两首混在一起、然后第二首歌和第三首歌都是三首歌混在一起、第四首歌是有四首歌混在一起、那不可能，第五首是有五首歌混在一起、然后所有的歌曲你怎么那么自觉很自觉哦，是不是分组了吗？对，你就是我们这一组的，没错。好的。然后，所有的歌曲都是我们唱过或者是我们知道的歌。哦，好。就是河内的喽。哦，就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河内，也可能是我们表演过的之类的。会不会放出《巴啦啦小魔仙》呢？说不定放了也不一定听得出嘛，对吧？也是。对。就是放歌猜歌名是吧？对。哇哦！但是有好几首歌。哇哦！我们要不要立一下什么输的干嘛呀？嗯，好呀，好啊，别放太狠，你获得了一个神坑队友，是不是？那个陈超，快，来来，今日今日今日，你为什么笑成这样？我现在相当于是一对你们，他没有听过什么歌。没事，金玉来说，还有王瑞琪呢，自己选的人，对不对？万一王瑞琪也没听过什么歌。你怎么了？你有想到什么惩罚吗？没有，因为一开始我们在就是台下的时候就有聊天，说如果要定惩罚定什么，然后就想说下首歌不是逼宝宝逼吗？然后我们输的那一组呢就把鞋脱了跳。最美之日。哦，最美之日就是逼宝宝逼这首歌把鞋脱了跳，然后可以把鞋啊不了吧拿在手上，对。这个也太可怕了 ，no！ 把靴子套在手上。我还以为是喊不要套在手上，就脱鞋吧。可以。哦 no！ 我不会输的。no！ 我还有一个，我还有一个，就是下一首歌，就是含着一口水唱完，分词也这么唱，而且必须得唱出声来，不然扣钱。那倒霉的是边上的人吗？就是反正要唱出声来。对，可以。就是他又要脱鞋，还要含口水，是吗？对。也行，可以。起吗？我对不起你。反正我是你说的是下一首歌对吧？对，反正我也不伤。最美之人是逼我逼那首歌。不是，他说的是最美之人对吧？没有，你上的下一首歌。嗯，对，反正就你上的歌，只要是你上的下一首歌。加油加油，我知道我们会赢的，因为虽然我曲库很少，但是那边只有两个人，我们四个人、还有一个呢、三个人，好慢哦，就三个人，来三比四。你对你和的歌熟吗？啊，我挺熟的。那就好，来吧，我们是2-3.5，王小佳算半个，潘鲁瑶暂时算零，王小佳算0.5。行吧，来吧，我要站在反厅前面。第一首歌是两首混在一起哦，大家加油，来吧，控台准备好了吗？放音乐吧。怎么抢答？合理失控，要两首。不行，我脑子里全是合理失控。哎呀，那个残念少女，是吧？是吗？合理失控，残念少女。我只听得见合理失控。我也是。不是，我听见一个当当当。我瞎了吗？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。啊，那个什么黑猫？你想不起来？也是黑猫。是黑猫，是我们的歌，那首叫什么？浪漫火箭，合理失控。
啥呀？是吗？啥呀？哎，啊，是吗？是什么？哎，是这样的。浪漫火箭。哎，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，现在每次做完游戏，我听不到那一声 bingo， 我都觉得很不适应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适应。所以是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一分。想不起歌名，真的是。好，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一马当先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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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吧，第二轮。梦琪，梦琪，梦老骑士。我知道，微霞珍珠和梦想的旗帜。啊，对对，冰狗。不是，那我们算了。啊，三首歌。X 基因，对不对？是吧？瞎说的，不带场外的。哎，给点反应啊！冰狗，冰狗。好吓人啊！这个声音。天哪，我们应该。就是我们刚听出来的时候不能说出来，万一他最后一首歌是对面猜到的，对啊，所以一定要一下子把几首歌都说出来。但是我们已经赢了两，我们已经赢了两分了，让让你们吧。就全答对才赢是吧？对，答对一定要全答对才赢。全答对才赢。我刚什么都没听出来，我也没听出来，我只听出来梦琪其实。然后我知道的歌，那我们准备第三题还是三首歌？准备好了？完了。三首吗？还是三首吗？三首，三首。啊，那个女生。啊！不要说，不要说，还有一首。我知道那个什么，那个。新航路，然后还有那个梦，那个什么，就我们和男孩抵抗那个叫什么？还有个梦想家，对，那三首。不对，不对，是胜利所谓的意义，啊、不是新航路，绝对是新航路。是吧？是吧？冰狗，冰狗，快冰啊！快冰啊！冰啊！冰啊！冰狗，冰狗，是梦想家加生命的所谓意义和新航路。不是，啊、是梦想家、新航路，还有那个我们和大凯一样，那叫什么名字啊？命运的 X 号，命运的 X 号，对，这三首，对，那首歌的名叫命运的 X， 不叫命运的 X 号，叫 X 号。耶，好了，你太棒了，好了，我们组输赢一次，没事，我们让他们。对吧？让让你们，我们两题而已嘛，无所谓，还有两题呢。我觉得应该是玩着奇一对四，我什么都听不出来。来来，谢天一醒一醒，谢天一认真模式开启，醒一醒。我今天吃蒜了，不跟你们说话。你不要说出来。好的，来吧，第四首歌，几首是有四首歌，哦，太难了，四首歌，对，我觉得二比一已经已成定局了，剩下两局我们不放弃吧。剩五首吗？不是五首吗？最后是五首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局三分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哎，有点综艺感，好吧？我们两分，我们一分，开始，那两分，不可以的，等着妥协吧。好了，开始吧，对，来吧，来吧，第四题，一共有四首歌。别忘记有我在你的身旁，别彷徨。什么歌啊？闪男闪女。Shining Girl。还有第一只兔子。我只听到了闪男闪女，没了。再来。再来一点吧。来一点。再放一遍，再放。再放一遍吧。再放一遍，再放一遍，这个反听是坏的。哇，你的眼睫毛好长哦。我只听到了，不是，就那个的声音太大了，那个声音好大。对，他把那一首放的好大哦，可以mute掉吗？能不能把我们闪男闪女弄轻一点？就把我们猜对的弄轻一点。控台开始极限操作，弄不出来了，百万调音师。这首闪男闪女太明显了。
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这什么歌来着？我忘了名字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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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歌来着？是北极光，还有《Shining Bright》那个梦，那个第一只兔。嗯、啊，是那个《寻路者》。啊，对。哒哒哒哒，好像是首英文。寻路者就是那个《Shining Bright》《Shining Girl》吧？不是，啊、是《Shining Bright》《Shining Girl》。寻路者第一只兔子。怎么都有？这算什么？再报一遍，再报一遍。还有，山地猫、山地狗、石头人、一只兔子，怎么来？对了吗？对了吗？对了吗？我不四手呢。还有啊，是驯鹿者、第一只兔子、北极光、Shiny Boys、Shiny Girls。有北极光吗？没有，没有北极光，好像是第一首。再放一次，叫什么来着？还不对、啊，没有 Bingo。再放一次，我只听到了。那要不我们就这么定局来惩罚算了。啊，对啊，结束吧。闭嘴！闭嘴！听不见了。我第一次觉得我们弹的歌这么难听。好难 啊， 什么呀，我怎么觉得还有梦想家啊？什么呀，你能重复吗？这感觉是难吧，这时候我们就都算输吧。换了一趴，我也只能感觉都是对这一关就都没有得分吧。这一关结束吧，零分。这是什么答案？是什么啊？答案，答案公布一下。太难了，啥呀？哎，北极光，寻结伴同行，结伴同行。我就说这首歌，我想谁在里面第一只兔子，那扣你们一分。看，都是我们队的。哎，看到这个结伴同行，我突然觉得猜不出也是正常的。这首歌他前奏就大家都没有记得他了呀。他居然放了前四首吗？好难啊！最后一题来，他居然放了前四首。小美人鱼。还有别的歌吗？就这一首。其他的放不了，要小点声。我想想别的歌吗？没有。别吵。不对，还有别的。还有别的，闭嘴你们，烦死了，快。再继续，继续，没有听到，刚刚他还放了个别的，好像小美人有，有怎么办？我听到了，有别的，有别的有，闭嘴，快反应！你们真的还有首别的？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个啥？我知道了，就是小美人鱼和人鱼，我要鱼，我要鱼，给我人鱼，我先说了，人鱼，那你们是小美人鱼，人鱼和小美人鱼，对，我刚刚先说了，我来，不对，恋爱中的美人鱼，耶，这我们都是一首歌说的，哎，这一首不是有五首歌吗？啊，那就两首啊，我们按数量来，我们才多了两个。恋爱中的美人鱼跟人鱼对你们名字说的不对，你们说错了，小美人鱼就像命运的 X 叫命运的 X 号一样。那你再说吧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只听到了，我也感觉只有两首啊。对，我也感觉只有，我都没听到人鱼。那就继续再播，我再播。两首，我也只听到了两首，就这两首。不要正在音箱前面。我们答题了，就这两首，控台在耍我们。对，他说不要站音响前。啊！那就盲猜语。Oh no！ 人鱼说啊，哪有剧场女神？你再给我放一遍。你让我听到有剧场女神。
我们猜对了两首啊，他们一首都没有猜对，所以呢。哒哒哒哒哒，对吧？对吧？我们已经猜对两首了，对。他们没有猜对，我知道我们赢了，但是这种内心有一股不爽的感觉是为什么呢？感觉自己的智商被受到侮辱。有有有，你有个屁！你干嘛呀？吓你哦，空台，空台，爱你们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反正我们已经赢了，我们已经确定了。对啊，我们赢了。我选择水。啊，有惩罚啊？对啊，对啊。什么？什么？可以选，就是我选择喝水，含着一口水唱完一首歌，或者是下一首啊？提鞋唱歌。是下一首还是？那两个惩罚不是都要吗？啊，对，就是你。没有。对，就是你一个吧。就是下一首最美之人的时候，你要含一口水，然后逼我逼我逼的时候，你要脱鞋。没有，逼我逼的是下一组的事情。对，不，你们也要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没有？哎，这样，等下，这样我们投票吧，珍惜我的粉丝，闭嘴。要华贵哎。哎。是这样的，有没有是我们四个的粉丝说了算的，对啊，知道吧？那三位的粉丝说了不算。不是，没事，那首歌我不上啊，我不上啊，那首歌。那你就上了那首歌，你要含水。下一首歌我要念，旁白。你就要含着水念《王国里最美》。王国里最美。一定要念清晰哦，潘璐阳。前辈你好残酷，而且不能喷到队友脸上哦。我就来喷你。那可以喷战区脸上没关系。我抓住你吧。啊。我有一个生祝啊，你说吧。好，祝班列小花汪来了吗？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耶！那就是这样，大家记得各自的惩罚啊。没有，不记得。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啊，风太大了，风太大了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 MC 吧。这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？接下来跳舞啦，跳舞吧。对，那接下来就请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。耶。